那刚刚因为刚刚小赖跟伟静都已经上台过了，然后问他们说会不会很觉得没有跟吴建琴一起站在舞台上面蛮孤单，他们都说不会，你们是怎么觉得？我们也觉得不会啊，我觉得我们两个比较好。我是觉得越远越好。团长，团长回去把他们踢走。对，我其实在考虑一下变成二尖琴，如果当。那林九想问一下，因为你有说要退出狼人杀的部分吗？没有，就是觉得。因为之前染疫之后，然后出来就是对玩狼人杀这东西就比较会有压力一点，所以我自己就是说，为了这条路可以走长远一点，就是我觉得对自己的身心健康去为自己负责，这样让自己可以更健康，这样，所以决定也不是说永远退出来，就是暂时先休息一下这个样子。对对对对。